这是一款 RS485 通讯压力表，我们再做一个测试啊，通讯速率我设，我先进入密码，密码41，进去第一个是通讯地址，通讯地址我出厂是001，可以设到225。通讯速率我设19200，报文格式我设 N81，退出。退出以后，然后我这边是一个30的 FX-3U 的 PLC， 然后再配合一个通讯模块，那个通讯模块，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写的程序，通讯程序，然后我们做一个测试。看这里啊，看这个位置。我现在压力是零，就是通讯数据是零嘛，因为这个压力很小，只有 K 帕，只有多少 K 帕？只有20个 K 帕，20 K 帕压力很小，我用手来测一下吧。我现在看没？我现在手可以顶到0.4，表0.5，表显示0.5，我通讯程序里面0.7，通讯程序零点，通讯程序7.8，通讯程序8，它是同步的。也就是说，数显通讯压力表，它的压力的实时和程序里面是同步的。